天哪，怎么永远处理不完？ I hate flour. 小伟，你看我。 有没有很专业、很帅气？花泥大婶，现在几点了？1点了，2点人家就来收了。完蛋了，艾米来了。怎么样？还 OK 吗？我天！哎，你看这个风大的，通常婚礼有这样子当天早上开始弄，我们叶子可能会有一点不够，真的很不够哎。 麦米有数，花泥之神已经第4个了，快一点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好的，好的。请，好，两边怎么了？我可能在这里。如果说你们的花艺还有多的话，我希望你们。他倒了。Oh my god！ 把它固定一下，稍等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整体再固定一下。 那怪风太大。 No， 这婚礼什么时候开始？快办吧，不然都被吹翻了。他们说还要2个手腕花跟2个胸花。如果他有那个东西，我可以。没有那个了。